以秘书的身份打入党敌人内部，以搜集犯罪证据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快点，客人都到了。大哥。 P2P 知道了吗？小帅，你哥估计今晚要狠把钱给我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你上来陪陪我好吗？你身边的小狐狸呢？我身边哪有什么小狐狸啊，只有萌萌你自己。 不简单呐！美丽，你不要逼我，我不能出卖我哥。我告诉你，张小帅，你就是笨蛋。务必要保证你美丽的安全。我说妹妹，光剩下咱俩了，要不咱干点别的去？